今儿是到了谁的码头了啊？遇水则发嘛，是不是？遇水则发，今天咱们就大，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箱子。嗯，哦，好，欢迎大家到达石浦镇。石浦镇，哇，石浦位于东海之滨，号称中国四大渔村之一。嗯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的码头呢，叫做东门渡口码头。嗯，接下来你们要去的第一站叫做潭头山岛。潭头山岛，对，你们可以去那边去体验一下渔村的文化，寻找一下渔村的历史。因为是这个小船嘛，嗯，载重有限。啊？啥意思啊？所以每个人只能从你的箱子里面带一样东西。啊？来，手机就又交手机啊？等等，我最后看一个消息啊！我往外坐看一个消息啊！又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联系了。不是，我们要在岛上待多久啊？待多久？看你们在岛上的表现。是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那儿吗？啊，看你们的表现。我带个包行吗？不算一样，又不行了。算一包，那所以琴也不用带了，对不对？琴啊，背琴不用带，琴不用带。太重了，啥都看表现，还不确定待多久，还只能带一样东西，能带一段话给我爸妈吗？哎，来吧来吧。哎呀，只能带一样，我真的不知道带啥呀。试色纸要带吗？啊，你带纸可以。只万一要上厕所呢，我就带一个。对，哦，兄弟们，我给大家准备了点这个，那啥呀，降噪的那个耳塞，一人一个啊。除了王源新没有，咱们都有啊。他一人只能带一样，哦，来一样，来，我这里面有四个。来，现在这个，对，先还给我，我回去可以办理一下退货，来。来，先展示一下大家每个人带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我试色纸，防蚊虫喷雾。我带的肠胃不舒服的药。我耳塞，就是让大家能睡个好觉。好，我能带个代餐什么的。好，大家都很全面了，我就带一样东西。好，以防万一。哎，可以，以防万一啊。六个空背包。哦，这个好，这可以，都一样。Thank you。哎，水其实，啊，水也是吗？代餐都算。那我就喝了算了，把刚才买的水喝了。大家该喝水的喝完水，我们就上船了。好，准备登船。来，走吧，走，轻装上阵。316号 ，Let's go。这声音传染。袁，你记得上吗？袁，我咋觉得？在呢。哎，来，我给你调，我就觉得可以调。哦，再松一点。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牛。哦，渔夫。哎，还好不是特别热。对，这风一吹，真的还挺舒服的。哇，哎，这个风好舒服啊。哎。哎，好嘞 ！Jack Rose， 老祖，你想子？我跳，你那能跳中不中？你跳我跳啥呢？我跳下去可凉快啊！你啥都没有，俺家有钱。俺家有地啊！啊，你有地，你不要跳嘛！还有大好的生活，不要跳，不要跳。
这样的感觉特别像我来看看我们家这片海的感觉，很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我看看，我看我弄得怎么样？嗯，家里这片产业发展还是不错呀。那块岛上不是有矿吗？啊，那边那个不是探着石油吗？反正这三个盘子都交给你啊。好好，谢谢。每年呢几百个亿上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谢谢苏总，谢谢苏总。得嘞，苏总，这边有2000多个刀，随便你挑，随便你挑。感觉就很业余。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？40分钟。还有40分钟？还有40分钟啊？不可能吧？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到底？毁灭吧？感觉太远了。还没到啊！妈呀，这再开的话就开到海南去了。要到了，这是荒岛啊，荒岛求生啊！这个岛真是没有人啊。对呀，不是渔村吗？有点慌，有点慌。我马步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走，下山。Let's go。到喽。呜。好了，再见。啊？再见了。你走了？我会在大王宫码头等你们。下午4点前，如果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不等了。下午四点前找到一个叫大黄蜂码头的地方。大黄蜂啊，大黄蜂，大黄蜂还是大王宫还是大王蜂？再说一遍，你的国语不标准了。大王蜂码头，大王蜂马什么没？大王宫。下午四点前找到大王蜂码头，我们连个表都没有，怎么知道四点？现在几点了？关键是怎么看时间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我这有表。现在这里有表。OK OK。12点了，还有4小时。OK， Let's go。再见。真的是荒岛哎。现在又干嘛？4点，我们还有4个小时。目前的任务就是很明确，4点钟之前找到这个大王峰码头，然后呢，咱们就见机行事吧。只有这边有路，那就从这儿走吧。我有预感，可能晚上会住这里。啊！现在后悔来不及了。哎，我们还没有吃午饭，对不对？哥，你还想午饭？哎呀，早知道早上吃多一点就好了。哎。我们刚刚这么多人带必带的东西，有人带水了吗？没有说不能带。我这个是废了。你带的是什么呀？我啥也没带啊。OK， 傻傻的。怪不得跟我们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穿跟脚的鞋。这个登山的过程渐渐地分化出了两个阵容，看来是按年龄和体力自然做出了区分。
两个大哥把它当旅游节目了。这跟我家那边的山有点像，有点像啊。嗯，看有没有野果可以吃，没吃午饭呢。